好的設計呢，我覺得是應該三贏的。首先就要社會贏，客户贏和設計師贏。客户有陣時他們會是單向地去只想自己的好處，但是我們作為專業呢，我們會看得全面啲，譬如舉個例，有啲嘢係客户唔知嘅，佢淨係諗住點樣靚啦，點樣可以令到佢個品牌係可以產生一個號召力啦，又或者係佢自己間屋係可以靚啲咁解。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咧，我哋就需要俾多啲資訊佢，因為我哋知多啲嘛。譬如舉個例，我哋知道邊一樣嘅材料係又靚，但係咧又可以環保嘅。有襟用的，那我們就會將這些資訊盡量去跟客戶來分析，以至到中間是拿個平衡。 Mission and Associates 即是孟斯設計有限公司，那我們都成立了成30年了，我們由做住宅，即是小型的住宅開始，那以至到最近這十幾二十年，我們發展去到做發展商的項目，即是一些展示室。最近我們也都回到轉頭，也都做一些我們老客戶的一些私人的居所，譬如一些別墅，又或者一些就是他們自己的住宅。就我們的經營的模式是怎樣呢？就是專注在個質，至於個量呢，我們就不是太重要，因為我們很相信呢，就是我們的質做好，我們的服務做好呢，咁我哋嗰個量咧，咁就已經係足夠，因為我哋唔係做大量生產啦。除咗喺我哋嗰個嘅業務上面，我哋有錢賺之餘咧，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傳遞到一個信息，就係專業嘅一個嘅模式，讓同行咧都係有一個嘅參考嘅作用。